心情，他同女儿赌气，看你没有妈活不活得下去。穗子妈这种时候成了穗子的小女伴，平起平坐的跟对比，看谁先扔下来谁先投降。穗子爸还是一礼拜给穗子写一封信，说冬天水结了冰，用炸药一炸可以炸许多鱼，下兔夹子能逮住许多野兔。天哪，之后世界对于父亲就剩下了吃。穗子当然不知道冬天对父亲的那群人确实只剩了吃，因为整个空白的云冬就是巨大的胃口，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，都填不掉那大木般的饥饿。穗子给父